几点了你还不睡觉？燕湖自治，你个甲圈永远等不了。做梦吧！一报官，我恩师眼睛成祥；二报官，南清宫的八路先王；三报官，少年都会演上将；四报官，硬着头干活壮志凌。过来，大哥，打他！头天管理长又烦死了，一场输日经营，这张朝纲就忘关。追他呀，你追他干嘛？打他干嘛？不服你就试试。对，坐起来。哦，你要是不听话就揍你，干啥？在这模仿接吻的，恶不恶心？就是一句话，恶心。害怕的都吓完了，你为啥嘚瑟？徐哥，徐哥，徐哥，装听不见似的。嗯、啊？敢动？动打你啊！吓你，下次嘚瑟去。这都不用打，以后就是害怕，就是害怕。嗯、啊，就这么厉害，现在。这嘚瑟啊！臭死了！坐下，对，这脸阿玛尿的，允许你揍他咬他啊！看这脸尿的啊，挺好看的小狗尿成这样，啊，怎么办？看你一个，道歉来，道歉，道歉，又嘚瑟了，看又嘚瑟了，看，害怕了。啊！终于成功了！啊！这就是自信，你们知道吗？啊你！你要扣我衣服，扣衣服，扣埋汰！你看我怎么整你？哎哎，真打哟！真的太逊了。